各位咱同心大好，中道要有精神啊，应该袂度孤啦吼，袂啦吼。我先讲一个迄落吼，看大家较袂度孤袂吼。迄、那个，阮高雄吼，啊，有一个问一个小姐，伊讲。嘿，阿里卡拢无笑容啊，为什么都没有笑容啊？呢吼，伊讲你的职业是啥物事？你的职业是什么啊？呢啦，伊讲我的职业吼是在化妆美容啦。阿公，阿你化妆美容吼，阿就爱笑爱笑容啊。伊讲吼，到底你是那个什么样化妆美容吼？安尼啦，改变呢，袂使有笑容安尼吼。伊讲安那呢？讲啊，我咧教迄个死人哦，咧化妆啦。啊，我那笑吼，伊讲我咧笑死人啦。北京有听无吼？讲他跟那个死人了在化妆啦。如果我在笑的话吼，会说我在笑死人啦，笑死人。哦，安尼大家别困啦吼。咱斗呢做趣味吼。那个好，今天啊，这么简单，大家来点招了哈。啊，意义必须你有共过啊。那么，今天我大家这个题目哈，也许啊，有人有参加郡所啊，下面有把来点招过来修手哈。阿光，今天我们的题目哈，用个希望与等待哈。因为咱长时间奋斗来，啊，总是要有点希望跟等待吼。啊，用这个题目是因为咱看迄个法国大文豪吼，叫做大冲马。啊，大冲马伊写一本册吼，叫做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。啊，咱在座即大家有看过《基督山恩仇记》这部迄个法国大名著无？两大本哦，有吼，吼。啊，真小说，因为这本书吼，老实看内底很多可以引我们去想的就对了吼。简单讲，伊这本书，迄个男主角吼，叫做阿德曼登提斯吼，是个尊王呐。啊，尊王的时阵吼，老实讲，伊个大出一个就是无啥捌字啊。啊，行船的时阵吼，走一队呢，走去咧关拿破仑的所在，叫圣赫勒拿岛央吼。结果拿破仑有一张批交代一切，等于法国啊！哈，这个安那克过程免讲吼，但因为这张批呢，造成伊吼人生整个改变。迄有未婚妻，迄种霸占的，或者个检察官霸占的，那么其他了是呢，判多刑十四当啊，十四年，就这个国度内底吼。暗时啊，来咧困哦，拢会听迄个海水吼、哦，打打迄个岩石上的声吼、哦。啊，我看这本书声多，恐怕成绿岛吼、哦。哎、欸，小可同款呢。我日到暗时啊吼，落迄个海涌的轰打这个，所以我再看这本书讲，哎、欸，这个情景恐怕小像，伊十四当我十五当呢吼、哦，我十五，哎，减我一当吼。但伊好运啊！那呢，伊来咧拄到一个爵士，学问好，风度好，啊，而且个呢，财富也有。所以这个中原呢，拄啊好运还没做会先吼，迄、那个爵士把所有诶武功拢传授好伊就对了，所有武功通传授给他吼，把伊买出来是搁啥呢？搁把伊宝藏韦陀。可以吹，所以出来了后，迄欧洲宝藏一开始拟定吼，免啊报复就对了。哦，因为一出来了后开始讲，我要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哦，啊本来是，迄个阿扁啊吼，你关阵啊，我以为本来要个接见去，这本书有看。啊，无迄个接见人作者啦，拢爱排队伊只。
啊，拜地时哦，我本来都有去拜地啊。那约定吼，伊6月19吼，结果吼，临时拍上电话讲啥呢？讲有一个立法委员要看，啊，立法委员看时哦，我时间来让予伊啦，我好让予伊啊，一让让，甲即阵拢无啦。我讲这吼，阿变阿命呀，其实我要看时哦，我唔是要甲安慰讲吼。哦，你身体过好哦，啊，台湾未来需要你哦，啊，什么话？其实我唔是要讲这啦，啊，我若无需要讲，我唔是要选举啊，需要阿扁啊，迄个光环啊，哦，啊是讲需要阿扁啊，迄个加持哦，拢唔是啊。其实我是要讲吼，伫我一路的经验，伫绿岛内底吼，啊个伫迄个警备总部，6个月内底吼，卡靠手铐。啊，一人困两间房间啊，为啥困两间呢？啊，一人困无够呢，对面哦，惊人讲话啦，啊，所以甲清走，所以我等于一人困两间伊啦。啊，我真是讲，一人家己吼，拢无当接电，啊，无人下背出来，迄阵拢袂当啊，袂当含是无人讲话，啊，佮脚靠手搞经营之样吼，免啊求生存呐、啊。有你的时间，迄时阵哦，叫天天面，叫地地面，伫个真孤单的情况之下吼，免啊来求生存。因为我看变讲困迄个房间的时阵哦，就是讲一块榻榻米啊大尔，啊，佮有当讲高血压入去啊加，啊，佮到尾啊讲困袂去，所以我想讲吼，其中绝对有问题。我要教讲哦，药啊卖食，免啊自己调整自己的身体啊。哦，有这咱伫校读册拢无人教的嘛。哦，咱的爸母若袂教安尼呢，若袂教讲你坐落时哦，你安怎安怎，无可能的代志啊。哎，所以咱有这个经验吼，我要阿边啊讲哦，就是讲，你家己伫内底时阵吼，要安怎利用早上甲晚上。然后打坐，迄、那个打坐吼，因为你若接见了，无人讲出免啊禅坐，你知影？迄禅坐内底有打咧单盘甲双盘呐。啊，你接见的时候，隔一个堂啊，你无可能讲嘅，但主讲会让安那静坐了。静坐讲咱人咧，我是一口气哦，所以咱人有咧气，你知影吼？但是咧，在顶管咧，你讲大自然咧，哪有迄个气啊？所以我是要教伊讲吼，以我们家己边来调整，甲咱人的气，甲大自然的气吼，叫做那呢天人合一啦。你天人合一来对心吼，你会当吼吸收那个能量，吸收能量就排挤外来的对呢，外来哦。所以外来的包括药物，包括你任何其他精神打击的对啦。阿伯大啦，阿扁了，无了福气，当作我是一般要接见的尔，所以和遐办公室人员哦，安尼和遐立委啊，把咱挡掉了吼。啊，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若无亲身体验吼，是得无多的，因为我家己有这个过来人，所以来得用哎，靠靠手铐，啊个食饭正手拔起来哦，啊正手拔起来，食了佫铐起来。那你来这吼，变那辛苦啊，啊变那换衫裤啊，吼、哦，啊底下那沉闷来这是自己家己吼心间没有螺丝你啊，吼、哦，这拢是真高度吼、哦，一个呢，一个艺术的对啦，一个学问呐、啊，我、哦、所以附带讲这的时吼，拢底下孤单来这，啊你变那吼。来掌控自己，啊，那边来想讲吼，有一天你会安怎，然后你希望什么，吼、哦、啊，等待什么，这是人哦，上阶段伊没有办法调整自己，所以我把那个过来吼、哦，本来这个经验变阿讲，那现在咱吼、哦，六十几当来，一定要中华民国外来这个政权。吼、哦，拢一直甲咱台湾这个所在呢，
用甲乌七八糟。无论政治上、教育上、文化上、经济上、社会上，拢总甲咱糟蹋有够滴个。啊，所以咱原来咱台湾人本来做善良个，做朴素个，啊，即来只吼，混吞一个鸡拢无伊啊，你知影无？又伫遐个选举，又叫或者选举吼，我们被选举迷惑掉。啊，所以我在中华民国即个外来政权，当初我伫学校时就知影讲。这是外来政权，但是呢，作小说从阮学生囡仔时，就甲呛讲这外来政权啊，走路政权啊，所以阮入去陆军官校，就是要学这个功夫啊，要学啥？就讲学这个功夫的时候还没变，所以人哦，确实真有命运呐。阮以前啊，如果有军校毕业，有带兵哦，阮手内有武器哦。哦，我迄阵啊无同款啊，但是咧功夫学还袂成咧，都要学起来咧啊。所以一节呢，就十五档啊，就十五档哦。就是讲，咱迄阵啊时机还袂到，就是讲迄个时阵，韩佩啊今仔日参加桃民政府，吼、哦、也无同。就是讲，台湾你必须要经过一段吼、哦，真艰苦。啊，真艰难的时阵呢，靠我的人，伫今年、大明年的时候，都时机很成熟，被解决就对了。冥冥之中，有当我咧想讲，真正有这个问题的。所以中华民国为开始走路过来，啊，甲伫联合国内底有代表权，佮用赶出来，啊，佮伫继续伫台湾即个遮，你敢交代蹲塔？这那是安那呢？伊有迄个国运滴个啦。人讲家庭有家运嘛，国老国运啦。所以中华民国，甲今年来甲明年有可能有三千一个终结者、终结者，中华民国终结者，啊，有可能马英九啊。吼、哦，到伊个时阵的时候，可能就是那终结。我中华民国，确实伫中国来讲就对了吼。伊那就是讲，你走个台湾进来啦，他不能等于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因为咱台湾甲澎湖为头甲尾，主要大清帝国挂日本了时呢，所有文件内底无一项讲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啦。所以各位大家来这读法律了啊，足清楚，为头甲尾哦，不管是中华民国也好，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。抓头抓尾拢无属于啦，伊台湾的。伊个中华民国内底个宪法啊，1947年呢1月7日公布了后呢，还无实施哦。1947年，咱台湾发生228哦，中国大陆时呢，国共两个等咧吵，所以这个宪法无用。无应该1948年10月伊开始冻结，用抗战时期啊。所以抗战时期临时条款，蒋介石来遮时，才让第一任、第二任、第二任做到第四任、五任安尼，做到跳的，就是呐，伊把宪法冻结。啊，中华民国宪法内底第四条呢，伊内底老下呢，就中华民国的疆域就是的领土吼，非经国民大会不得变更啦。我的宪法写个安尼啊，嗯啊，但呢，即摆呢，也要国民大会啊啦。啊，国台上啊，怎啊无国台呢？嗯，啊，你台宪法写呢？啊，佫无国台？啊，你中华民国领土是要哪用？佫来讲吼，伊两个推较头前的就对了吼。就1936年吼，5月7日啦，迄个五五宪章啦，五五宪章内底吼，那不台湾佮配合呢？搞啥呢？我蒙古啦。蒙古啦，伊来就写蒙古啦。啊，那蒙古人今仔独立嘛呢？所以有人今仔一个报纸写讲吼，马英九你若要含习近平智慧哦，去蒙古遐啦。啊，那蒙古遐时哦，你习近平伊也含你做官员哦，伊算啥呢？中国一区啦，习近平是区长娘娘啦。因为安那呢，中华民国咧包含蒙古嘛，迄叫做公办噶了对啦，咱是公办噶吼。虽然讲。中华民国一直甲迄边啦，就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拢个台湾时呢，
抓头抓尾拢无名。我阁讲一个哪呢？讲一个吼，1949年国民党去哦中国赶出来时阵吼，你也想讲周恩来伊昭告天下，那个全世界讲吼，讲迄个国民党遐积极分子啊，就是蒋介石这批人的对人吼，已经安那呢逃离中国边界，然后呢流亡到。诶，甲这个真重要哈！流亡到他国领土，哦，迄阵阿讲哦，伊在了走来为朋友，因飞机坐来朋友，朋友甲走台北嘛，就该承认啦。啊，所以呢，就来讲，已经流亡到他国领土，啊，真显然嘛。中国的人来讲，台湾是他国领土，迄阵阿当然日本的嘛，甲这代是呢。所以就来讲呢，事实上，在法理上呢，拢已经因拢无存在啊。所以刘介个对照起来的时阵吼，他一定讲台湾等于中华民国诶，这根本拢骗咱台湾人。所以当初过来的时阵哦，一直讲攻服台湾呐，啊，恁世人拢唔知呢。好啊，咧，那出力咧老这提灯笼呢，哇，咧攻服这啊，大家我欢喜个呢。哦，这个雄县还能有够幼稚的啦，是讲我什么话歌呢？因呢，和日本拍到走到重庆山顶啦，迄个无日，迄美国原子弹顶了到地，日本就是咱的母国。那如果无讲投降啊，中国就亡伊啊嘛。所以讲讲光复台湾，迄阵咱搞不清楚。那如果中国较早讲，我为着你台湾大清帝国，吼、哦，就去日本去。我发动战争，打倒日本，啊！我台湾的哎，共和安尼讲会通嘛？啊，其实唔是啊！你本身是中国烂尾尾，烂尾尾啊！结果捡到火烧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讲咱的共和，所以这段的时候，咱讲来讲，咱的证明台湾为头到尾都唔是中华民国的。稍等，我当讲美国国会吼，因安那声明的对啦。所以这个中华民国。一定是一个壳，你知影吼？这个芝麻壳吼，各位代表知影恁北京讲寄居蟹，你知影无？咱台湾讲叫假生啊，假生落去芝麻吼，啊个另外一个壳，迄个壳唔是原来个壳吼，安尼相依为命安尼走，你知影？所以我本来有饲着迄个寄居蟹吼，我知影去年吼，无代无饲，走去后买两只寄居蟹。啊，用个胶囊啊，盖没有，直接暗时啊，拢脱粪自由，终于走出去啊。啊，那找找无就对啦，我啊算啦。当然啦，死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臭味就偏掉安尼。结果四个月后先哦，我一阶段中道时转的，我那再下出去吼，拢暗时啊较转的，唔捌只是转去咧开会。但是我那会开的是哎，较早出来咧客厅遐啦。我奇怪，这几个也无食也无啥，啊，你走对去吼。对不对？阿别问起啦，讲阿不你走对呀？阿别问起啦，好啊！阿过去你走出来，我那个三日哥咧叫人来，对拢个砍的吼，惊过脱粪水。但是第三日咧，定第二日啦，伊个锁出来伊呐，锁出来唔行咧，伊离开迄个壳啦，迄、那个芝麻壳吼离开啦。我想诶，可能是热的款咯，吼、哦，后尾个吹电风咧，啊，另外一只吼拢无动于衷啊。另外一只遐个活，我准死啊，更无啦。我另外呢，讲可能枵，我下棚过只，来第三日吼，我煞跳伊啦。就直接走出来吼，无过几米，迄个壳内底啦，总跳伊。一跳先吼，还惊一个，啊，这个物件咱饲个饲个跳伊啊。我拢赶紧吼，从车塞的，迄只活，啊个含只只死的吼，拢追过来呢。在蛇仔湾呐，咱过有只西子湾吼，蛇仔湾，我只外观个放生啦，啊只死的呢，个水葬啦，哦个水葬，啊恁想拍摄，然后时呢，我得一个灵感啦，奇怪，这个假生的时吼，哎灵感，我是走去问迄个机后讲，哎奇怪，迄个蛇安怎吼，迄走出来，啊了，伊开不过走到入面吼。开拢跳呀！迄、那个袂惊啥讲啊？伊爱要去找较大个壳啊！就迄个壳哦，已经
挡伊袂牢，伊即间厝伤过细间啊，就对啦。吼，伊无当爱阁找新壳啦，啊若找无咧，啊伊都无厝人住吼，啊落咧跳伊安尼啦。吼吼，我讲原来就是安尼哦，所以无怪伊阁锁出来吼安尼。所以即人，我灵感是咧讲，咱台湾落来上这假生安吼，迄、那个中华民国是走路的啦。啊！甲一个卡过来，相机卡吼，炸一个迄个过来，尔尔吼，啊！这个卡过来，啊！靠咱岛人呢，才一马心吼在生活啦，所以就叫做咱岛人啊，甲这中央部的迄个卡，我就相依为命了。但是呢，我听讲过啊，咱迄个一马会直直大，迄、那个卡袂大，啊！就是咱啊，咱岛人直直大，这个。中华民国已经无能存在咱台湾，伊整个国际局势咧变，咧变啊！你知道？所以呢，咱不得台人一定爱换新壳啦，啊，要换新厝啦。这个中华民国无能适合咱本土这大家，为会让咱这大家现在换呢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啦。所以呢，岛民政府的心哦，就代替这個中华民国的卡，这道理真简单哦。因为岛民政府，这不是咧空壳啊，唔是中华民国迄个走路为中国大陆挂出来咧空壳啊，而是咱本身那个本土的。所以咱岛民政府隔壁国的时阵，就是咱本土的党人无国籍，咱本土的党人无。这承认的政府，而且搁一点来讲，你美国就是咱台湾的占领国啊。所以你法院的判是咱的法律的根据，法律的根据啊。所以咱台湾政府是呢，为开始一直在上课，啊个翕那个啦，啊清身份证，为什么？因为既然恁先人讲恁是中国人，恁是。台湾人，来台湾不是也讲台湾的叫台湾人呢？对不对？你要有证件啊，证件啥？就迄个身份证啊。所以，从咱台湾三四百年来有史以来，第一有咱证明咱台湾人身份的，就是即马咱台湾政府发的这个身份证，也是美国国防部准你发的这张身份证，代表本土台湾人。啊，所以有一寡因为咱中华民国。这个身份证是1946年过来的时阵，无征求咱的同意，规个拢拢改做中华民国籍的。啊，人讲我迄个时阵，照你能看的时阵，我昭和十五年1940，啊，我来算是本人啊嘞。伊要征求咱的同意啊，当初大清帝国，伊挂号日本大皇帝时阵呢，老实讲，日本要统治台湾。然后台湾两党的时间呐，甲这人讲，吼，伊按照国际法来，两党后恁来选择，恁要做大清帝国的国民，还是要做我大日本的皇民呐？两党后，过来该问的时阵呢，全台湾拢做4000几个，要做大清帝国的国民，所以各位恁来讨日本时代什么迄个天本的时阵咯。你其中老写华侨的吼，啊，你唔通惊遐，我叫啊台湾人开始变华侨的吼，就是迄阵啊，恁的祖先啊，恁的祖啊，迄阵啊有可能要做大清帝国的国民啦吼，但迄真少数，甲今来可能滴就无一样，所以讲就是因中华民国啊违反国际法，无征求咱的同意，啊，甲咱一个拢改做中华民国吼。啊，所以恁的身份证摕起来，即摆中华民国，我也当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的，就是咱台湾政府发的这张身份证。所以恁若叫人来签身份证，有一挂重点恁甲因讲，毋是中华民国要挂出来尔尔，一个代表咱正港本身的本土台湾人。台湾人为安那呢？中毒真深吗？因为我若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啊。欸，有这种人呢？咱台湾有这种人呢？所以，当美国的心哦，来撮到人过来讲吼，不咱来公道哦，有无？啊，你公道时呢？美国当然反对啊！啊，你后牛后猪后狗大大做伙，
啊，恁讲这间厝恁的哦，打了公道啊。所以吼、哦，这个时阵就美国反对，有你有本土的台湾人，啊有中国的，迄中国的那有早期的，因来用挂出来，啊个以后佫来，啊南南做伙，啊这个土地都唔是恁的啊。有大战的时候，日本台湾就是放弃，放弃管他管尔嘛。啊，什么占领啊？美国啊！啊，所以伫我美国，我占领管，我还袂处分的呢。嗯，啊，恁着家己遮大大的人讲，哦，这来投票哦，这间厝阮的哦。啊，无恁遮呢，包括恁来投票讲这间厝恁的哦，会通吗？袂通啊！你无伊个所有权啊，而且咱有宗主国嘛。啊，到这点的时候，早期哦，早期阮就是要为主张台湾独立嘛。阮早期来讲嘛，咱台湾。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啊，咱就主张台湾独立吧。我花几十单啊，啊拢给了啦嘞，迄拢给了啦嘞。所以咱各位在座，咱即来遮，然后早期从我这种想法，吼、哦，讲台湾是咱台湾人的想法哦。你来台湾政府上过了，你来改变。我早期的时候，要不来台湾政府的时候，我来主张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嘞。哦，对不对？有你从细汉到大汉拢伫即搭遮，这是咱唔咱的，我都歹势你个啦。你法律上，我拢讲是咱的法律啊，就是爸母生下落来就是安尼啊，就对啦。咱讲是个人啦，我讲哦，我要较缘投的，我要较水的，啊歹势，啊爸母该生下落安尼啊，生落就是安尼啊，所以同款咱台湾的地位就是安尼嘛。你等于爸母生钱，生你就是呢，税败就是爸母生钱的。啊，所以咱今台湾地哩，就是安尼，有二次大战的时，咱就无讲日本讲放弃了，放弃唔是啊，你暂时用用领用啊，去用勇气啦，啊，咱的拥抱搞拥抱啦，啊，拥抱脚踏烂啦。所以即卖时阵，咱家来告美国个咧，你本来是拥护的时，但告迄个拥抱敢脚踏烂。我拍摄，爱叫个隔壁国过来，而且有无是你叫过来呢？啊，拍摄你爱个请伊走啊！所以当初你美国用军舰，你在中华民国这批人过来，来教他咱这国呢？啊，拍摄，起码就是你美国爱想吧？要再对啊，我唔知。哦，要再对唔知，这是咱台湾民政府隔壁国的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起码。因为时间吼，我这三十分钟尔吼，我必把握时间啦吼。第二，我头脑讲过吼，这个就是自治性，这个道理，这个原理吼，因大家知啊。台湾未来就要出路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代替中华民国。个人话讲，二次大战的时阵呢，美国伊叫做啥哩？伫战略上吼，叫做越岛攻击啦。本来我这块岛攻了吼。大哥讲迄个岛啦，就是一块一块讲就对啦。啊，无台湾时阵啊，麦克塞时吼，伊无爱当咱台湾发生真大的冲突啦，用派美日教来轰炸你啊。所以伊阵啊，日本的时阵就讲，你美国有可能定了台湾，所以伊安那呢，为担保调两艘的远东军呐、啊，就是日本精锐部队吼，调过来遮准备被美国吃平。无伊个美国的心吼，拢跳过。伊个观念是讲个啦，我侵察侵王啦，我要一拍拍到门口顶，就拍到乌金岛话，我不爱经过台湾啦。所以就是呢，造成咱台湾新的一个命运。如果迄阵啊，美国人按照那定了的时阵呢，迄边啊，美国占领实在占领，安尼以后有可能安那呢？啊，搞联合国啊，无就托管啊，是安怎？命运绝对袂讲，因为中国来即来遮，咱脚踏两只龟当安尼啦。所以，就咱台湾的树，咱台湾苗就变安尼过来。所以，二次大战了先，因为时空背景无同，啊，多老蒋诶，德邦来到家，多罕见。所以，美国为了叫伊那咧维多共产集团嘛，共产世界，吼，迄阵啊，东西方分开嘛，叫冷战时期啊。啊，所以两蒋爱说过台湾的时阵吼，啊，伊来美国讲啊，啊，你呢？第四舰队过来，卖我那边的过来，啊，我也未过，啊，未过时哦，伊甲美国承诺来对咱呢，讲伊要反攻大陆，后一年准备，二年反攻，三年扫荡，五年成功，
我自细汉的时阵读册，就出来时咧皇宫、皇宫、皇宫打入去。哦，啊，所有的细汉、大汉拢一直安尼，落伫教育内底。啊，其实伊是向美国电工，我未必过呢。吼、哦，甲过安尼落啊，我做一个小诸侯落安尼。啊，骗咱台湾人，啊，所以有偌济人。因为这个反共大陆的政策、反共抗日政策的时候，我一人拢予伊整肃，你知吼？所以阮就伫咧白色恐怖内底。我早起是1947是二八，吼，讲到二八就流目屎啊啦，吼，有影？啊，我利用这个只，我简单讲一段的故事啦。迄个2月28，在顶顶礼拜尔，我参加。和平公园哦，诶，一个200纪念啦。这受难者的是了家长吼，因为老爸呢是做老师的啦。有一日时阵吼，中国兵啊亚静啊为因老爸吼从亚洲，不外久了才讲因老爸去用枪毙。诶，枪毙时呢，因老母为着要顾这四个囡仔。去人洗衫，啊，人做工吼，要顾这四个囡仔。但是因老母突然间想讲吼，伫遐那黑暗的环境内底，啊，伊就无谋生的能力，要哪把这四个囡仔饲大汉呐？所以有一日，就伫这四个囡仔吼，总带咧，为海边，要带这四个囡仔吼，跳海自杀啦。但是呢，这新闻就是呢吼，其中迄个三岁的妹妹啦，迄阵三岁呢，拄啊第一行时吼，拄啊捡着啥呢？捡着只芝麻囝。伊捡着芝麻囝时吼，伊安那呢？伊甲因老母吼，甲因老母讲：妈妈妈妈，我捡着只芝麻囝吼，叫伊一条手巾啊，互伊要包起来。讲咩啊？包顿来饲啦！伊讲我只细只芝麻囝吼，好当大只，啊大只了时呢，会当生较侪芝麻囝。回妈妈这个时阵吼，听一个心内种感动啊！伊妈妈讲，一个细汉囡仔三岁囡仔，伊也要珍惜迄个生命。干咧芝麻呢，伊就想讲要生较侪芝麻囝。那么我这个时阵要带这个。四个囡仔来跳海自杀了，所以改变的心意吼，伊妈妈马上哦，把这四个囡仔总抓回来，抓回来含辛茹苦，不如何要把这四个囡仔教大汉？结果呢，因这四个囡仔真正大汉起来，可以讲这段故事啊。老实讲，我听了真感动。这叫做生命的转移，生命迄落，你刹那间的尔，因为这个三回的早囡仔尔，拢改变因妈妈坚固的这个生命的认知啦，所以拢进入勇气拢活落来。所以讲的这二八真正的艰苦，吼、哦，附带都讲啊二八啦，我正系讲的就讲。因为伊咧反攻大陆的时阵，就用这个借口，阮偌济人伫咧白色恐怖内底，死的死，得的得，弄着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，就是因为讲要反攻大陆。那么今仔日呢，因这批人，搁含迄边当初征收阮，互阮内底偌济人起来拍仗，偌济人牺牲青春，这批人。今仔日呢，因含迄边底下呢，啉红酒，称兄道弟，我们情何以堪啊！当初安那人教育啊，要反攻大陆，打倒共匪，杀猪拔毛啊！但今仔含迄边血，底下咧拥抱，说各位大家看卖，咱这大人是不是哦？这批人甲咱教导咱政治，所以大家思考这个问题。所以美国是当初叫来维多吉拉家，就好像那牧羊人肖像嘛。牧羊人的关一点银话，咱台湾人就等于一点银话肖像了。
迄个啥呢？好像羔羊，咱一场呢，足古锥足可爱羊啊！咱台湾人呢，何什么呢？牧羊人的狗是叫什么人？牧羊狗。牧羊狗的关系羊啊，牧羊人是不过一个草料地嘞，啊，也就找啊，他妈害来害你啊，弄一只狗在那赶来赶去啊。当初这只羊啊，就我先赶有交谈的羊啊，但是呢。给他去这只牧羊狗，比孙阿哥较厉害，佮交谈。不但交谈呢，佮有想讲要把这只羊啊，阿要出卖，要卖去隔壁庄林啦。所以咱这只羊的心，今仔日咱做一个，各个牧羊人啦、啊，讲诶，你知道牧羊狗的心咯、哦，伊个咧交谈咱这只羊啊呢，有可能这只羊别出卖伊呢。我讲这个牧羊狗，迄狗吼，拄啊有啥生下，迄下属下属吼，即卖咧关节咱这点羊啊，迄啊，说牧羊狗啊，所以我讲吼，咱岛的命运啦吼，由咱原来，咱原来各什么人，咱各美国对不对？美国是咱的强项的对单呢，伫欢迎，甲国防部，由军事政府的国防部。啊！你欢迎呢？咱当初过是相当的理由了。当咱的秘书长率领咱228顶，用这个228的数字顶，各美国欢迎，就有一个相当的意义的。你过是，咱的文件啊，头啊，讲啊，讲吼，啊，这袂使，那袂使呢。咱请律师吼，啊，作者无人敢占呢，因为美国有一条法律吼，不能滥诉讼。在滥诉讼的时阵吼，影响到律师的名誉啦，啊，甲伊的身份、伊的地位啊，有可能你啊滥诉讼，连律师的资格都煞无去。伊无像台湾这个所在，迄律师咯，迄领衫穿的乌的白拢做来啊，你知吧？迄律师的衫乌白，你知道？迄叫乌白龙棍啦，吼，啊，这无讲你啥？所以美国当初咱要告美国政府的心呢？你必须要真充分的进步，所以咱的秘书长定了找作者引经据典，啊，你告别个，到尾也是咧律师吼去找到啊，就会使哦，这5分5分啦哦，那5分你来是唔敢接啊，有咱的证据充分啊，可以接的时哦，开始告咧，告咧是偌艰苦呢，啊，要够钱啊，迄一场拢1,200,000啊，代票就对啦。算美金的600,000啊，啊，800,000-800,000啊，你知影？有咱的同心，哦，我以后较知影这县长的吼，无够钱用土地借，借偌济？借800,000，差不多先过。所以我以后知影了时吼，真担心你讲，到底咱熬这种咱本土的台湾人啊，所以叫做有钱出钱啊，有力出力，都今仔有今仔这个成绩，你知无？所以讲，过美国的时阵呢。咱是一个法律，一个强项，有一信二信，甲最高法律啊。最高法律啊是哪来呢？诶，国民已经放弃抗辩权，放弃抗辩权的话呢，我认了啦。你原告所搞起来讲吼，我认了啦。所以呢，本来一信二信，国民拢敢讲这是政治问题啊。所以政治问题，政治解决啦。但咱唔是呢，来台民政府。第一个，咱的秘书长作者安那呢？资料家去讲，这不是政治问题啊，这是法理的问题啊。所以安那呢？甲法院甲咱裁定咱胜诉。所以甲最高法院了，因为美国还袂准备好，咱也是要准备还袂好嘞，所以暂时煞停止啊，搁置煞等待待啊。等啊，准备好势 ，OK， 安我来判嘞，判嘞正式成法律啦。所以美国是啦，三权分立哈。立法、司法、行政哦，分甲真真清楚，唔是伫中国、中华民国即个拢南南做伙吼，拢南南做伙就对啦。啊，所以我讲，所以底下那里的国务院宣布讲放弃抗辩了时呢，就定下那呢，咱本来即个弱项的部分呢，咱就已经变成强项，变成强项哦。个另外一个咱比较弱项的部分，就是啥呢？就是国会了。因为国会甲国民同时间，中华民国还佫奉承认的时阵吼，
拢是搬烂的单位啦。因为咱岛南资源一直下面底下咧搬烂，所以呢，各位选举是有政治现金啦，吼、哦，啊个透过预算团队呢，啊然后有咧搬烂，袂歹，好一直伊个政权维持落来，而且呢，去年八月二六。美国国会内底有一个研究服务小组正式个公布吼，大家注意听吼。去年八月就对了吼，原来伊讲台湾、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的演进吼，就是原来这个中国政策伊怎么样演进，内底内容相当长，足济人吼。但讲起来安那呢，也结论啦，结论一下。就是讲，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他都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。哦，大家注意听下这句哈。啊，大家袂讲家己欢喜吗？袂讲拍着无啊吗？哎，表示咱台湾对这两个就对啦。所以讲中国的啊，迄个啥物国拢是中就对啦，拢没有拥有我们台湾的主权。所以吼、哦。有当咱即个种蒙蔽咧，蛮侪滴讲啊，讲红阿得用开罗宣言啦、啊，啊波茨坦宣言啦、啊，即种欺骗咱。为咱伫好读册时阵咧，咱就毋捌读的旧山合约啊，包括我做个朋友啊，迄、那个法律研究所毕业的，啊有咧做律师的啊，对不对？因遮的人咧，也是安那咧，拢无读到迄个旧山合约，所以。因为咱强有力的，就是旧金山合约。台湾目前介绍两个状况哦，一个啥呢？一个旧金山合约内底来本土台湾人呢，所以英文写 The People of Taiwan。另外一个台湾的呢，就是美国和中国建交的时阵，伫1979年，因来伫到尾定一个《台湾关系法》。诶、欸，还佫一个台湾咯、哦，伊内底用啥呢 ？The people on Taiwan， 即个 on 跟 off 无同啊。所以台湾变两个，当作美国的先，一个 off 一个 on 诶，结果呐，咱各是各呐，各就 off 诶 ，off 就是咱本土台湾人。尤其是旧金山合约，所有伫内底呢，合约内底，还是法律法条内底，也位置啊相关的啦。吼、哦，就任何，所以咱个各较各一件，你知影无？所以话呢，要用台湾关系法来处理台湾的问题，啊，歹势，咱个呢是用旧金山合约来处理这个问题。所以必须要讲过哦，今年奥巴马会宣布一个惊天动地的代志啊，你对台湾有真大震撼弹的啊，这个是哪呢？根据旧金山合约啦。啊、所以各位，伫咧希望与等待内底时阵，吼、哦，来真爱，希望于什么？等待什么？咱希望啥呢？就中华民国赶紧离开台湾啦，是不是呢？我们等待什么？等待美军伫今年的赶紧入来，啊，入来呢，帮助咱把中华民国伫即搭遮六十。归当来阿里拉扎的本色，恶气的文化，顶归安那呢？啊，歹势啊！你美国哦，赶紧啊，清清走。有咱的对象是你美国，你美国是当初中华民国是你叫入来，啊，歹势，即马呢，啊是你爱改想把车走，啊车走呢，唔是人走，一寡啰里吧嗦的本色，啊煞清清走，安、啊、尼是的，咱台湾。太变作一个哪呢？一个足清气、足新呢，和全世界拢想要来咱台湾佚佗观光的好所在啦。过五分钟哦，超过啊，讲超过啊，我讲超过啊，讲超过啊，歹势哦，你看无那清楚。咱遐咧甲讲吼，可能时间我看讲，可能啊三分啦，啊其实我 OK 啊啦。啊，我用快过了三分啦，其实 OK 啊，已经时间够对了吼。啊，拍摄来，好，以上多谢各位来。啊，各位同事，咱今嘛下课要睏五分钟，
哦，五分钟。